过生日呢，你们记得要去祝他生日快乐哈。左左明天也过生日。老刘他们本来想说要不要给他买个蛋糕啥的，后来想他又不吃，拿来糊点嘛。啊嗯？哦对，他不吃蛋糕，我想那给买来给他买蛋糕干嘛呢？拿来往脸上砸吗？雨贼大，是晚上好呀，谢谢。你们为什么要去？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呀，你看就有人会问这种问题，为什么你们其他人就不问呢？今天和上次机场一个造型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为什么其他人就不问这个问题呢？上为什次么只有一是个人问这个问卷题呢？发，这你次们是还记得这直是谁的直播发。间吗？钓鱼执法都会被骗的。谢谢。封面好好笑，好，哪好笑的？哼，勾值二线。小心感冒，带老上。刘好像已经有点感冒了。串串辣吗？我都吃的清汤哎。没有换身新衣服，明天穿新衣服。编对啊，明好天了。穿。我觉得这条裙子好看，所以就再穿一次。我最近，看你给他们撑伞毫没无有意买义，很多新衣服。因为他们好猛啊，他们直接就往外面冲雨，那么大，毛肚你真站的了好呀，猛我啊，站你了都这不样。打伞的。我只是我的酱比较清淡。我比怀瑾能吃辣，但也算是不太能吃。蕾蕾确实比我能吃辣。我那天吃那个微辣的排骨，吃完之后，我看就很淡定。这个微辣有点辣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那个辣就是它的后劲不是很足，就辣一下，我。他进我嘴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 burning，真的。但我点的就是微辣。真的，我们那天点的就是微辣，我们谁点也的没都想是到微呢。辣。你说谁能想到呢？微辣那么辣，我的四川血统呢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辣了，就为了克制我的咽炎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太能吃辣的，不太能吃辣的半个四川人。真的，今天的那个串串锅大概就我在吃，就我在吃那个清汤锅，大概。我们今天去吃火锅也是，我们点了一个什么什么，就是他们那个招牌锅底，看着就超级突辣，然知道，但是这两中天间就是吃的老比妈较蹄少，花然锅，后今天就这是个吃什了么一奇葩？小份的那个甜品，我然后尝了吃一了下，我觉得一点都不一辣。些酥肉，就感觉有些饱。我俩都把胃饿小了，吃了一点就饱我对啊，我之前很能了。吃的，我之前可能吃了。老妈蹄花很好吃的。不能吃辣的半个四川对，人，我也不觉得会少喝吃酒多的餐东挺北好的。人。话说今天的那个三明治我才吃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在那。我干半杯蹄花，然后我美看到女有人美女问，都没美有点那个我喜欢的清甜冷脆吗？老我妈点了，蹄花，你们觉得我会不点吗？你让我想到了去年我们去拍《天空信》的时候，去之我前知道还呀，我知道他干等第一会儿件过事生买了日。一罐老干妈。他说他怕到韩国伙食不习惯，然后他就立刻买了一然后瓶晚老一干点妈再在跟你这里。们说。今天，我觉得对。我去了韩国应该还会瘦。今年还准备买很多面膜吗？不了，今年也不会再买400块钱的校服了。我没有要干嘛，没有惊喜，没有，去韩国跟谁一起睡啊？Hello，跟你好，怀瑾，阿姨。今天确认。今年再去韩国有故地重游的感觉了。那倒应该也没有。啊，没有，单身狗。什么？我两颗牙齿好塌啊，这两颗。门口有一只加菲猫猫。啊，是加菲猫吗？不是嗯，吧，它是是，白色的。对，但加菲猫脸就是扁的，就是像一头撞在墙上没刹住车的那种扁。收音也太好了，哦，能对听哦。外面的猫猫叫吗？
而且脸很大，嗯，对。因为我爸爸的头像，那个 QQ 的以前的头像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加菲猫，然后他 QQ 名字也叫加菲猫。我爸以前微信的名字叫什么？海魂。就很可爱，海魂。我都不懂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谢谢。Good morning。好好潮一像老是爸，法我国叔叔的更名潮呢。字耶。小时候，我对。很小的时候带我看《海贼王可能有个水军梦。加菲都是天使，只不过脸想过长养翼了。猫吗？好吧，你说的也对。嗯，有点想，但是不太方便。谢谢。对，每次想养猫的时候，就会劝自己先养好自直己。播，谢狗蛋谢。儿，对，狗蛋儿是，今天穿的是睡衣，朋友们，好了，晚我知上道好。了，我要养好自己。弹上幕全海都的是，下雨吗？怎我么养在不好想，自己了？养的可不好。矮脚是啥？直播没说英语。好，看过哈利，但肯定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啊。谢谢。I miss you. Thank you. 我知道不太省心。为什么要三明治面包滚出我的食谱？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吃单三马明尾治，很容易但是暴今天的露，那个芝士真一的有点和过头分发了，是因为我接不的，是很喜欢吃芝二，士，我觉得很这腻，个然地后又没方，有味道，没有又地很方，油，还很容易长胖，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吧，那个芝士实在是太厚了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买了一个三明治，它里面的芝士这么厚，我都怀疑妈他买了一耶！整块没有切给我塞进去了，真的那种芝士不要钱的感觉。热搜：韩国泡菜治秃头。太厚了，很腻的。这芝士长高也长胖，这芝士长高吗？真的很大一块，我那里面谁呀？这个谁声呀？音是谁？嗯？月黑，哦，听上去有点像是段璇。好像是他。是谁？哎呀，等一是悠下，长最美的小矮子吗？我在来，直播谁呢啊，先现在黄放老师下？在直播，嗯，我走了啊，嗯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游，服有点。今天就好像大家都说游泳能减肥，你见过哪条瘦的鲸鱼啊？我天呐，我差点把悠长哎最呀，美我的换小了矮子衣那个服。矮字看成了女字旁加一个手表的表，真可怕。没事，我换件衣服。没关系，我是对着我自己的。我没有直接说出来，已经，就很机智的。没有，我是怀疑你们在骂我好吗？因为你们刚有一个弹幕说"悠长最美的小矮子"不是你。我们工作完去吃了好多，我们工作完都去吃东西了。谁骂得过我的？骂得过我的人多了去了。哎，这位姐是不是？这位姐妹是不是上次你问我搞不搞我？回忆起了一些穿上了我新买的白 T，被赞美的这个要拆吗？算了，不拆。记忆。对，你们上次不是想看我直播看成那个湖的旅程吗？那是个啥呀？是鬼畜视频是吗？M，单调。想看您直播再换看一件，战区给你单套调，娃啊？你是不是说那个绑着他，就什么
看镜红像配云，看我看干嘛？我陈科，看谁谁谁谁，看什么什么什么占据的那个。杨烨点名让我看，为什么？诶？蝴蝶雨橙吗？我看杨烨版本的。劝我不要直播看，因为鬼畜有我。刘贤也说让我看套娃。那行，我瞅瞅看占据是吗？帽子眼镜准备好。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准备帽子眼镜啊？你是说胡的旅程里面有我，而且有点 KY 是吗？那算了，那我去看科科的占据了。来，让我们把帽子都准备好。Hello，我换完了，没有那么单调。但我没肩戴膀眼真的镜儿，宽了好多。是的，张冠李难得出门一次没有戴眼镜。哼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件 T 恤。不瞒你们说，就是这一件，我第一次拍照的时候，然后好好丑，像落在看陈哥上一次看在刘哪贤来那着？个版本上次在上，OK 没海有还是在问哪？题。然后落了，让然我后之看前看上海又落。去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。我搜 我都占不知道落据哪刘里贤。了，不知道被谁拿了，还是去哪？占据刘贤，就它背面很好看，给你们看。刘贤看占据的嘿。还有这个红色的眼睛就画的很有设计感。就开始，对，我也想说这沙发是动画这啥的。你看暂停。人穿这个，有勇气。这衣服很便宜的，就是在优衣库买的，才59块钱一件。现在不用垫肩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肩膀宽了好多，对啊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我付款的时候我也惊呆了，就看起来很贵的样子。刘我贤，那刘贤，天，你学他们怎么发丝织现？织那个出去漫展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穿了，但是，哦，看到了，真的很好看。满满动画区。想跳战剧吗？可以啊，挺帅的。我看到那个，就是大家投票，对，有那个战局跟那个什么这个多好看！迎宾走者接阵科并科好在帅哦！前，对，都很帅，嗯，韩月也很帅。韩月也好帅。为什么他叫忍者？没有，为什么别问冰了，冰？没有，我都很喜欢，不必问。都喜欢。哎呦哥！我怕黄磊跳这个跳成那个黄晓明老师那种。嗯？黄磊不可以。为什么感觉很害羞的呀？老王可以。啊！哦，可别了别了，不。不，我都挺喜欢的。我没有，我不会歪的。想带歪我。怎么听懂？看到罗内老师容了很可以。中立。有点那我害头羞。发留着留着就分开了。
我现在头发真的很浓密的感觉，我觉得是理发师剪的好。今天工作顺利吗？顺利，挺顺利的。我赢你了。想念我的终身，我想念我的终身。挺撩。没有啊，你男装不是像龙骑士吗？哎呀，自己就分开了，好奇怪啊！开玩笑，他男装是有点像山下亮介。因为长啊，你不可以。啊，我来上海前才刚，我来上海前我才刚剪的。怎么没有人爱韩月呢？爱扎，爱月，爱扎，爱柯。我们爱战剧好。扎一扎。这个不是套娃吗？我可以加半马尾。你们套娃是标题叫什么？陈科看青玉文看战剧的反应，陈科看洪佩云看陈科看青玉文看战剧的反应，是用吗？是用吗？套娃只能看人，看不到歌。嗯，可是我没有橡皮筋哎。最长的那个，那应该就是这个。我可能跳舞的时候把那个皮筋拉在舞蹈室了。那一根橡皮筋就是怀瑾的。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这有6分钟哎。那我收成哥，我心里收好了，我心里收好了。等一会儿直播完，我就去收拾我的行李。我找一下，应该没有丢。哦，我找到了。好不容易接到的那一根橡皮筋。28分钟。看，我找到了。没有丢。这个头发怎么正好从中间分开？啊，奇怪，太长了，没必要是吗？青云看了好几遍啊，青云。青云有必要吗？啊，青云从青云这里开始的呀。哇。快半个小时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不好看，我会觉得很吵，那算了。长了没必要是吧？让我看看我的那个 B 站视频里面都有什么。就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。我的历史记录：刘贤看战剧的反应，陈科看洪佩云看陈科看青玉文看战剧的反应，陈科看刘贤看李淑琴和郭爽看冉蔚看彭佳明张欣看林淑琴的妈妈，这太长了，不。我有一段时间沉迷看 S 队的前辈们的 MC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对他真的很百搭。这个一年前在克罗地亚买的，这个真的很百搭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就今天那条裙子，如果不搭这条项链的话，就其实凸显不出来它好看。看别人看 S 队，谢谢。你们看过那个什么？那个等会儿我给你们找一下。我之前看那个 S 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。超级好笑，真的。嗯，你是笑谁？想送我一本大学的53？大学还53吗？嗯、大学不是只有4年吗？当宇多田光变成美声男神，哦，那种那个视频叫《盘点让我循环无数次的名场面》。我一猜就是骗我的。
我一猜他就是骗我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看过他们团队的 MC 之后，我只要看到小甜甜跟大甜甜还有小甜甜，我就想笑。四六级倒是可以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很经典那个《活着是种受罪》。考研资呢？这么早就需要看吗？演员自我修养，我有啦。什么演员的力量啊，演员自我修养啊，然后。我都有了，都送我。哦，这样好像比较好。好了，明天去厂扎带马尾了，好舒服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 S D 的 M C。普通话安排。普通话。普通话是吗 ？S 队的七夕 M C。要穿帅一点吗？对。就是上海握手会的时候收到了一本全英文的那个演员的书，然后我一点都看不懂，真的可能高估我了。普通话考试里面每一个都有我。普通话我一说的我知道。上大学要考吗？谢谢。对，明天去韩国，明天不是特别晚，也不是特别早出吧。挺好的这个时间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可以睡懒觉，那还是睡不了懒觉的，也没有那么的晚。我口音挺明显的，我什么口音？我都不知道我哪里，我是有什么样的口音？台湾腔，真的吗？我身边都没有台湾的同，就是讲台湾话。但是我知道，就是刚出道那会儿的时候，我的那个。普通话口音很重。提苹果肌说话会好一点，就比较标准嘛。像这样说话吗？我要笑得太那啥。苹果肌提起来。哦，他们这边选 MC 是这样子。然后说话。哦。把苹果肌提起来，就感觉一直在微笑。我刚刚表情是不是有点？你们没有看到哈。还有儿化音，有儿化音吗？微笑说话好一点，那我现在就是在微笑说话。你觉得我的普通话要好一点吗？没有，我是很认真的在尝试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会让普通话变好一点？往上翘，逗我。你在逗我吗？那我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。你等一下。瞎教小孩，乱教我是不是？把 T 恤换上。
正常一点。万一过于兴奋，那把我头上的簪拆掉我就正常了。对，为了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我的上身没有什么劲爆的长袖套在我的睡衣外面，可能会有点丑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。我的刘海它到底怎么了？我天，好丑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没有关系，不重要。看视频你冷静一点，刘海，你给我听话一点。按照文案的，那文反过来嘛，反过来。都那么久了，文案也该长大了。没有，就是最后你一个人偷了我的。我还是选毛毛吧。对，我是跟怀瑾住，在韩国是跟他住。插，不插。没有啊，他现在没有头发嘛，你瞧瞧。怎么我怎么我做什么都很憨。朋友再见，做什么都很憨。憨憨，这又是什么？又是什么最新的形容词？哇，毛毛好厉害哦，好帅！谁在看？怀瑾在看。是吧？是什么最新的形容词？今天应该抢得到吧？我今天要收拾行李还挺久。今天没缘分。我为什么要敬个礼？我为什么要敬个礼？憨憨敬礼。哦，是个表情包啊。哦，怎么样的？这样吗？我不是憨憨，我不敬礼。框，老框我，不敬不敬，我不敬。很吓人的大。超级兴奋的调大了音量。不，不做。怕的话把直播删了，那还是不会删的。一会儿插花就有图了，你们没有截到哦，刚大概才一秒钟吧。韩国挑战辣酱，韩国辣酱辣吗？不是很辣吧？还有录播，录播也没有那么快出来啊。火鸡面吃过吗？吃了一口，好辣，吃不了。那没有干吃辣酱这种东西吧？还有干吃辣酱，干吃辣酱很难吃吧？
多吃泡菜治疗掉发，泡菜治疗掉发吗？泡菜是歪理。什么歪理呀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？肯定是假的。我又不需要吃泡菜了，现在。我现在不需要吃泡菜，我现在发量很多。超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好啊。那还有这个。厉害。佩服。吓得我佩服佩服。佩服你的手速。是我小看你了。这个表情包吗？我不知道的。啊，还有这样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，我只是真的很佩服，所以做的这个抱拳。无奈了。憨憨本人了吗？就。真吓人！所以憨是可爱的另一个词吗？那我可以接受。一二三木头人是什么游戏？一二三木头人是什么？我别动了，那你是哦不许动。我啊，直播不动的话，不是就很。会有什么反应？怀瑾，嗯，尿憨了。这个太刺激了，我待会儿拿给你看，太刺激了，我的天哪！什么东西？S 队的七夕 MC， 我想看。我的妈耶！哦，他们干嘛了？这是被禁止的。要醒吗？要醒吗？要醒吗？你 ，Come on！ 好刺激！真的吗？超级刺激！来哈，给你调到开头。恭喜你，你们又要有新素材了。嗯，这段稍微可以跳过一下。哎呀 ，Kiki， 是的。嗯，好的，开始选 MC 了。哦，他们这个 MC 这个牌子好好看哦。对吧？你看，也有人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。我喜欢这个牌子，是翻塔罗牌的那个。没有，它是百变小樱的那个。对对对。男什么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来一段性感舞蹈吧。哦，可刺激了。所以等会前面的都变得很坏了，是吗？嗯，哎，不对，男人不坏，很狂野，非常狂野。来吧来吧，我们开始。这很高能。就按什么顺序都可以，或者两个人就是。真的吗？这么刺激吗？嗯。咱弹幕都是什么高能？对。我有个问题，其实
还没开始。对，还没有开始，你们激动什么？问题是，我也要参加吗？所有人，因为是双，你看两个边头，我就单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最后一个人solo。我还是选毛毛吧。来吧，那你们就换观众开始了，给你们留出空间。两个开始了，就从我们两个留出空间。再靠近一点点。上头啊，还只是开始吗？对，他们也跟我说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也不干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好惨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今天跟毛毛比赛，毛毛前面跳舞可好了。嗯，哇，好好看。抑制不住了心魔的节奏，现在有点痛。高能，先锋高能，是不是？
这只是在热身。淡定的一个吗？大结尾都高能的。弟弟前辈和三哥，结尾更好。我想看弟弟前辈。好。我刚表情。跳舞好好。对，我感觉我真的在很认真的在学习舞蹈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团内很多这种动作，所以就所以他没有即兴，所以就是真的挺厉害的，就是看着就没有很那个。你让我即兴来一段性感舞蹈，对不起，我只能想到方皮带。我不热。我不行，我现在下不了，下个节。对，我们再看舞蹈。没有，我刚怕有很害羞的。不愧是你什么梗？没什么。好狂野。哎呀，我喜欢的歌。他们后面的人都蹦得好嗨啊。哇，这首歌舒服哎，这首歌跳舞应该很好看。所有人没有人看。对，我喜欢这首。马上看看这首。啊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安排。结尾高帅嘛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一组的前辈们跳舞都挺帅的。Music， 来收尾，我们就可以那样。这么快吗？真的。结尾他都很帅。动啊，朋友们！好干哦。快过结尾！我妈耶！来来来来来，真的。
帅啊！哇，每个人都好帅。好帅呀、啊！好了，我告辞。哇，真的好帅啊，很帅。走了，我们来看下一组小伙伴上来吧。哦，可以。可以，真的很帅，我觉得男团动作真的很帅，好帅，啊，对，刚刚在看，太刺激了，我的妈耶，完了，啊，恭喜我的小贝子，哎，我觉得可以，下次给我们队投个这个。想看他们跳。Love shoot， 让我抽抽。都好像很多人跳，很多人跳的都好像是。记得，那我的男装好。那我男装好像小男生。不看。我最近在看深入人心的一些巡演的。对，就很可爱的一个男生，我自己看就觉得很可爱。我们明天我有。像不用假发，不用假发怎么男装？对，因为有几个那个枪的就有一点像。你们可真会。哦、这样吗？啊，那不就我有啊，所以这样就是男装了吗？所以这样就是男装。今天总选我自己的鬼畜，我不是很想看。但马尾衬衫是男装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来个男装。对啊，就这么简单吗？这扣子有点难扣。很难扣，我项链不能戴，很奇怪。小欢喜没有看。啊，推荐你看，超好看。嗯。但我看了有点。演技太好了。奇怪，我刚诶，我放靠墙那边，他们选靠墙去了。好，真的，可以，不错，记忆力很好，就很难扣这个扣子。跟你们说，上次公演跳那个。Goodbye， 然后我不是穿了这个外套吗？然后忘记把那个外套，就是忘记把这件衬衫放了，然后在他在那个服装间里躺了好久。不是，我是冲着周深去看的，然后发现这个节目 gay gay 的，就更开心了。没有啊，一点都不像男装。像男装，对，不像，帅吗？不是很帅，我觉得。这
件 T 这件白 T 是我就是买过质感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一件白 T， 所以当时我找了很久，没有想到在服装间给找回来了，我找了超久。房间空调开得很低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这个，最近最喜欢的现场就是这个。等签到，一会儿吧。不想，好。什么时候安排一下？什么时候男装会安排一下？我感觉我们队只有男装过一场。嗯，还好还好，两场吗？不是只有一场吗？以前你就认识王希。谢谢。哦哦哦，一次两场。哦，那不算、啊。对啊，都好早好早了。又让我想起来那个时候，我们男装录了一个视频，然后 Kiko 有一个动作很搞笑，那个动作什么来着？但当时大家耍酷的方式就很青涩。实在是太好笑，我想起来，哎，真的很好笑。猜猜很好呀。哦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笑吗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哎，我笑了，不行，我找一下。嗯，让我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出来。哎妈呀，有点想他了。刚才我点了什么？错。等一下啊，你们知道那个？壮汉把自己身上贴满曼妥思，跳进可乐泳池里游泳。啊，实在太好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出来。谢谢。还有两分钟啊，还有两分钟，嗯，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端端生日。什么不看那些？嗯，男装小视频做得到吗？第三季第二期梅西湖舞台后计算。嗯，还有一分钟了。怀瑾，我们 WiFi 多少来着？密码22622261D，应该是这个。好像是，妈呀，我的信息。一共就是二零，我要想2018年。
没有，因为这个手机就是它有一点问题，然后没有给它充电就没有用它。今天才刚给它充了一点点电。这个片子叫《蛋黄人》。外面好热闹。他们应该在给段月庆祝生日。观众去凑热闹。到了。哎呀。我可能要离开一下。不带吧，我怕没有，我怕他们没有化，我怕有人没有化妆。谢谢。好了，我去了。其实你刚说我右边的奶奶，然后你刚说想吃蛋糕，我心有点发凉。
嘻嘻。对，我打算关了，然后过去陪他过个生日。对啊，我刚回来，我刚看到还9000多的。对，我觉得很神奇，怎么过的？我生日回来，刘海油了，一条一条的，好神奇哦。那边没有，因为好多人没有化妆。那我去了，拜拜。早点睡啊，再见，晚安。我玩一会儿我就收东西了。